干什么？干嘛要打我啊？你干什么要撞我妹妹啊？撞你妹妹啊？痛死了！你妹妹，妹妹在哪里啊？看什么看呢？啊？这里啊！这里有妹妹啊！撞你不傻呀你啊？对不起啊，刚才我明明看到没有人了，你突然间从哪里冒出来的？啊？什么叫冒出来的？啊，我正常走出来的。那对不起了啊。哎！你干嘛？你是跑啊？那我跟你道歉啦，我要赶着拿这个柴火回去烧啊。你把我妹妹的撞废了。废了？我看一下。哎呀！你干嘛？那你说废了，我看一下是不是真的废了。耍流氓！哎呦！耍流氓！哎呀！哎呀！别打！哎呦！怎么这么凶啊你啊？赔钱呢、啊？这样撞一下就要赔钱了。哎呦，我要去医院看啊，去医院不要花钱的、啊。哎呀，我感觉那里又那么厚，应该也没多大问题吧。哎呀，这样吧，那我就过来撞一下，你看一下。你撞，你是故意撞，跟我无意撞那个力度不一样啊。我管你有意无意啊，我看你就是有意的。这样吧，我家就在那里，看到没有？这么近，去我家，我家有那个啊风油精。帮你擦一下就好了。你神经病啊！擦风油精啊！我这个地方这么脆弱的，擦风油精能行吗？哎呀，我擦那个母猪那时候我不小心撞到它，也是擦那个一会就消肿就好了。我不管那么多，赔钱啊！哎呀，行了，算我倒霉了。这里刚好有10块钱。十块钱，十块钱购买一颗糖。你那个糖这么大啊？我跟你说啊，2000，没有2000块，不行。这样弄一下就2000了、啊。哎呀，我是要去医院检查的，你可知道啊？我可是黄花大闺女啊。我没有那么多钱，就算我把家里面的所有东西都卖了，都没有2000块钱，你让我去哪里找2000？我不管，真的，你去抄，你去借，抄，我这么穷，借人家也不相信我啊！哎呦，我痛死了！你知不知道吗？我这下可是要去相亲的啊！去相亲了？被你这么一撞啊，我相亲也相不成了啊！还要去医院去，哎呦，花费不少啊！哎呦，那你相亲，那你赶紧去啊！哎呀，你这么……我被你撞成这样，我还怎么相亲呢？那我也不真的不是故意的，真的对不起了，你就对不起也没有用，2000块少一分都不行。我真的凑不来那个钱呐、啊，我去哪里凑？真的没钱啊？哪来的钱呢？我真的没有钱。干嘛？干嘛？没钱啊？看什么看？我就问你，你是不是单身？哎呀，我都打光棍的打了啊30多年了。光棍啊？对呀、啊。哎呀，行吧。难道没钱也有没钱的办法？难道你要介绍女孩子给我啊？哎呀，介绍给你啊？啊、哦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要对我负责。我都说没有那么多钱了，我怎么负责？你不是单身吗？啊，我是单身啊。那我也要去相亲啊。哦，你现在把我一撞啊，撞妹妹报废了，你就得对我负责。哎呀，大不了我现在跟你去医院看啊，你先去看了，要多少那个费用，我再慢慢想办法凑，或者是我去打零工慢慢凑了再给你，行吗？不行。那你要么现在拿2000块出来我去医院看，要么对我这辈子负责，照顾我。对你这辈子负责。对。你什么意思？说明白一点。什么意思啊？啊，照顾我下半生啊！哎、这么凶，你要是跟我，哎呦，那我天天不是被你打了？你看，这么凶。不是你叫我打了吗？哎呀，以后啊。我这个日子还怎么过啊？你
不行，你不行啊，行吧，拿2000块来，我不管你怎么操，你都给我操出来。哎呀，你这不是啊，强迫我吗？强人所难吗？什么叫强人所难呢？你可知道你把我妹妹做坏了，我以后啊还怎么嫁人啊？哎，看什么看呢、啊？我很差吗？啊，我很差吗？有点矮。你不知道吗？浓缩的都是精华。哎呀，算了，算我倒霉了。哦，不是，算，那我没钱，只能这样了。我都听你的，啊。哎呀，那赶紧扶我回家去啊！回家去，我帮你擦风油精啊。快点呐、啊！不扶了。慢点，慢点。